哎，今天是不是要考试呀？是啊，今天考第三课的生词。是今天吗？我完全没有复习。我记得今天考第四课吧。什么？什么？你听谁说的？我以为是第三课呢。是雨果同学告诉我的。我是听刘老师的太太说的。你怎么知道刘老师的太太的？他们住在我们上面。你看见他们了？没有，只不过刘老师他每天晚上都会大叫。那是为什么？刘老师晚上都在干什么啊？他好像他太太每天晚上都打他。刘老师好可怜哦。哥，你知道吗？刘老师有病啊。什么病啊？你不在家的时候，他每天半夜3点钟敲家里的门。那你怎么办？开门了吗？那我还能怎么办？当然继续练习钢琴了。你们知道那位新来的学生吗？他怎么了？他非常小气。他哪里小气了？人很好。我上次上课的时候找他借书，他都不借给我。他怎么这样啊？那你就要怎么办呢？那我还能怎么办呢？当然是用我自己的书了。原来你自己有书啊。哎刘老师，你来了。是啊，你们都在干什么呢？我们在复习准备考试。对了，忘了告诉你们了，今天我们要把所有学过的东西都要复习，都要考试。什么？什么？因为这次是最后一节课，所以所有学过的都要考。最后一节课？为什么这样说？我们不是还有5节课吗？我太太说晚上会用电脑打我，所以明天来不了。怎么会这样？看来我们今天晚上又不能睡觉了。时间到，我们现在开始考试。什么？这么快？哎，老师，你这道题目问的好奇怪哦。哪道题目？就是这道怎么样把大象放进冰箱。这道题目很简单啊。把冰箱门打开，把大象门放进去，然后把冰箱门关上。哎，心如，你知道考试的时候不能说话的吧？对不起。没关系，你可以回家了。老师，下面这道题目也很难。哪个题目？这是第5题的 B 呀。就是那道狮子召开大会，所有的动物都去了，哪个动物没有去？对。这道题目很容易嘛，当然是大象没有去了，因为大象还在冰箱里啊。是这样啊。哎，师大，你挺聪明，可是你今天考试和 Catherine 已经得了 F 了，请你们出去吧。这也不能怪我们啊，这个题目太难了。老师，请问第5题的 A 和 C 答案可以是一样的吗？不能啊，那是什么题目啊？如果是问你怎么才能让把河马放进冰箱。哥哥，你真的好笨啊，大象已经在里面了，怎么把河马放进去啊？赵贤美，你也可以回家了。不行，如果贤美要回家，我也要回家。那好，那你们两个一块回家吧。老师，这些题目也太难了。只要你用心，什么都不难。那好，刘老师，如果你说只要用心，什么都不难的话，那我也来考考你吧。好啊。1+1什么时候等于？那我还真的不知道，1+1不是等于2吗？老师，你不知道啊？不知道，那到底是什么时候啊？当然是出错的时候啊。
连老师也不知道这个题目，我不考了。我也是，老师明天见。刘老师，你小心哦，你要小心点哦。怎么都走了？The rain falls on my windows and a coldness runs through my soul. And the rain falls, oh the rain falls, I don't want to be alone.